莲市民代表会也继续进行市政总质询，议程首先由市民代表萧明龙针对多项原住民议题还有花莲市垃圾问题来进行质询，而市民代表韩林梅就是特别针对了花莲市农滨桥施作进度及作业流程深度检讨，提出他的个人观点。花莲市民代表会第21届第八次定期大会在24号的市政总质询议程中，首先是由市民代表萧明龙针对多项原住民议题以及花莲市的垃圾问题进行质询。那最近八月九月的这个国土计划法的说明，我们族人踊跃的参加，也同时提了很多的建议案。我深信我们族人最关心的是合法化土地合法化的问题，还有我们的年轻人想要回部落但是没有建地怎么办的问题，所以无法盖房子，回来到部落以后无法盖房子。那这一次的国土计划法说明得非常清楚，也希望上级能够听听我们部落族人。那因为垃圾目前台泥计划炉无法如期焚烧我们花莲县的垃圾，假如说明年再无法焚烧急用的话，我们的花莲市的垃圾会无法放置啊，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台泥能够正式在明年六月能够启动。而市民代表韩林梅则是特别针对花莲市农滨桥的施作进度及作业流程深度检讨，提出个人观点。因为我们知道农滨桥呢，从开工到现在已经2年3个月了。那在我们过去2至18道路那么长的一个道路，两个桥梁，还有包括外面的连外道路，只做了2年6个月。那为什么农滨桥短短的80公尺？要做2年3个月，到现在什么时候完工还遥遥无期，我想造成我们花莲县民非常大的一个困扰，也造成我们周边的商家他们的生计受到了影响。那我要求花莲市公所要行文，做到监督的这个角色，给嘉义行善团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完工，也跟嘉义行善团要做一个妥善的一个要求。那针对引道工程有厂商解约的问题，这个也请市公所做一个说明，为什么要解约。对于代表们提出的建言，公所相关科室主管也一一给予回复说明，并且表示只要是公所管辖与能力范围，就会尽全力来执行改善，完成代表们监督市政的要求。记者徐立勤，花莲市报道。